家好，我是四号司徒慧雅，我今年八岁。我最喜欢就是睇，我最喜欢睇嘅书咧就是 Rainbow Magic 嘅 series。我最喜欢嘅书咧就是 Hedy the Red Fairy。我最喜欢加拿大，因为佢是我的地方，同埋我喺呢啲度出世嘅。呢度是我最喜欢嘅公仔，佢个名字叫 Curious George， 但佢唔系太似 Curious George， 因为佢个鼻哥咧系唔系白色嘅。Curious George 佢个鼻哥好似白色嘅。我喜欢佢，因为佢系。佢是五歲，同埋佢同我一起噶。我兩歲嗰陣時咧，就已經同我一起。同埋我好中意佢，因為佢細個呢個馬騮仔，佢細個嗰陣時咧，佢有咧，佢聖誕節嗰陣時咧，我咧就俾咗佢一個聖誕節嘅帽，好得意㗎。